我们是来自高雄的 Mr. Mao 组乐团。很开心今天可以在摇滚乐园三这么快能够这么茁壮的一个社团，然后我们能够参加这个地方。我还记得一开始这个 Rock Love 那个家族在发的时候，他说很多人有长处或者是想帮助这个社团，然后可以填一些资料，然后我们在南部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可以干什么，可是真的很有心想跟大家一起，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小弟妹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让我们站在这边，然后让大家可以听到更多不一样的音乐，谢谢大家。最近台湾发生很多事情，希望大家真的是好好掌握珍惜身边的所有人事物。 Never， 谢谢。